这个卤肉哈，卤肉的里面不要加糖，加洋葱。我们为了领受话语，我来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啊，为了领受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求圣灵来感动支配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借着上帝的道认识上帝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以下时间谦卑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学习的内容主题是圣灵与圣徒。圣灵与圣徒，圣灵是上帝的灵，那上帝的灵他看不到也摸不到，但是他却是存在的，正如我们的父看不到他是存在的一样。但是圣灵却不同，他会在这世上通过父的旨意显出那些属灵的能力来，能够让所有的圣徒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但是圣灵呢，他不是为了人做见证的，他也不是为了人保证人的事。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了主耶稣，为了成为耶稣的辩护师，也成为了主耶稣的辩护者。所以圣灵呢，他来到我们当中，跟现代的人所知道的或领受的圣灵是有所不同。人本主义当中所知道的圣灵是来帮助我的，甚至是被人差遣使用的，或者只要呼求圣灵，那么圣灵就一定要为我做什么一样。带着这种想法的人，那无法与圣灵同工，甚至圣灵呢没有办法听从这样的人的声音去帮助他。因为如果没有带好神本主义的观念，那么人就只能够利用圣灵，差遣圣灵，或者说使唤圣灵，那这样的怎么能够被上帝所大大重用？这样的人走到最后，甚至于他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认为是圣灵在引导的，这样子最后就会偏离的圣经的主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亲自说不可干犯，不可亵渎圣灵，因为今世来世是永不得圣灵。所以对于这样的内容，我们要认识圣灵与圣徒之间它有一个密切的一个结，那个环，如果远离了这个环，那就可以说明这人他是远离了上帝。今天我们大家要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他是这个无罪的羔羊，但是他是代替了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如果人们呢不去见证这话，然后仅仅只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满足自己的这个想法，认为我与神的关系好，我信了耶稣，我常祷告，我也常读经，所以呢我跟神的关系特别好，那因此上帝就会帮助我，我的祷告他一定垂听。带着这种想法的人太这个藐视圣灵了，因为圣灵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做耶稣的保证，做见证，解除耶稣他是无罪的，要解除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有罪的这个身份，要解除他。因为罗马按着法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罗马是当时代的政府，也可以说他是支配这世上的。那么他用了罗马的法定了耶稣，这件事实是存在的。结果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受死了，但是人们呢就知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就知道他是有罪的人，他有罪的人，所以呢世人都称为他罪人。那么有罪的人能够死里复活吗？当然不行。所以上帝借着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那
圣灵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也同时证明了耶稣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复活了。可是耶稣的复活，他升天了，谁知道呢？当时看见的不过500多人，后来500多人当中，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如果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可是人们呢，没有，有很多的人，有380个人左右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对于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没有期待，然后仅仅就120个人左右的领受了圣灵。可是受了圣灵的他们呢，开始到处做耶稣的见证，从那时候做见证跟传扬这个传道是不一样的。传道呢，传道好像就是不在乎你要不要听，反正我传就是了，不管这世上的人听不听，就像这个约拿一样，那不管当地的人要不要听，他就是传。上帝说，你们过了三天后要毁灭这个城。好，那这个尼尼微城他三天之内要毁灭。就像这样，他不管他到底接不接受，应该走三天的路程，他只一天之内他就讲完了，然后就坐着等他要被毁灭。传道可以是这样，甚至呢，施洗约翰他也是传道者，他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也是传道者。但是做见证的却不同，过去在旧约时代没有圣灵也能够传道，没有圣灵也能传道，但见证者不同。见证者呢，他就必须领受圣灵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只有为领受圣灵的人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今天耶稣基督赐下救恩来，不接受救恩的人，他死了，上帝也一点都没有亏损。可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救恩，上帝还把圣灵差来给你，为了这领受救恩的人做保证。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为了得救，今天为了得救，我们应该要进入到得救的这个门槛中。救恩它并不是只是这个某一个人得到的，而是所有的人愿意相信耶稣的名就能得着。所以受救恩的人呢，然后要领受圣灵做耶稣的保证，也可以做见证。所以圣灵来，它不是为了人而来的，圣灵来是为了耶稣做见证。但是如果没有人，他怎么做见证呢？是的，所以需要有人接受了耶稣的名，愿意为耶稣做见证，这时候圣灵才会来帮助他。所以如果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圣灵就会在这人身上失去了感动，失去感动，他会把感动通过这人而离开。而这人呢，如果心里想我愿意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感动就会强烈的在他身上进行。而为耶稣做见证，有很多的人领受了圣灵，虽然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最终他走向了自己的路，就是他为了自己而预备了，比如说财务也好，以及未来的人生他想要过的这种丰盛人生。所以呢，起初他是好的心，但是走到最后他却远离了。今天有的人会这么说，如果是圣灵使用的人，他绝对不会错。这样吗？圣灵使用的人就不会错吗？讲这种话的人大错特错。圣灵使用的人也会在一时之中，因着家庭、经济、环境，还有这世上的逼迫而软弱。而圣灵使用的人也会软弱，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他是被圣灵大大使用的，这绝对没有错，他说的话绝对是对的。
不对，这世上只有对的就是真理，只有对的只有神的话语，只有对的那位义者他进入了天上，完全对的就只有耶稣基督而已。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他就是真理，也不能够这么说，因为是真理的只有一位，而我们却是见证真理的人。所以今天的角度有所不同，见证真理的人要一辈子成为我是无用的仆人的想法，见证真理的人要一辈子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如此罢了。当有一个人谦卑的如此承认自己，那么上帝反倒叫他高升，那是在将来天上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圣灵来了并不是为了要见证我，而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这一点呢，在上个周我们学习过。那么我们大家要看一下这个耶稣对于拿到比喻的这个五千两的人，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14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这里说，天国又好像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里呢，天国好像什么呢？这好像说明天国，他是不是强调天国啊？那天国是在天上还是在这地上啊？他说了，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他是说，在天国里，想要拥有丰盛的，那么呢，这样的人他需要在这地上按着才干而接受到上帝的差遣。想在天国丰盛吗？那么在这地上要接受上帝的才干给予的差遣。那天国呢，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呢？想要在天上积财的，在地上做工，这意思。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是有一个家主，他把这些家业在这地上该做的事交给的这个仆人，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那每一个人呢，得了，就是这个人得5000，那个人得2000，那个人得1000。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国所给予的任务。今天有的人说，哪时候上帝差遣我了？是因为你不理解，所以上帝没差遣你。倘若你理解，上帝的差遣就临到你。那理解是什么？你要知道，要往天国里积财，是现在上帝就已经给你才干，而这才干是什么？在你世上的时间，在你这世上的时间就是他给予你的。而才干是什么呢？是你得到的智慧、知识、灵感、能力，甚至圣灵的感动，这一切都是在才干之中。所以如果有人他得的更多，就代表他知识充足，他各方面都好。但是你要忠心，不是说给你的才干就没事了，是要忠诚。忠诚呢，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个20节这里说，马太福音25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呗，请。那领5000两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21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说：“你在这世上，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中心啊，然后真正的事才要派你，什么事？天上的事，派你许多可以管理的在天上，而地上是什么？在不多的事上，在地上是要做不多的事上，而天上呢，许多的是派你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天上享受他的快乐。所以呢，地上给你的叫做不多的事，而天上给你的叫做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天上许多事，那也叫永恒的事，而地上叫做不多的事。而在这地上不多的事呢，你忠心又良善，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照样去行的这些人，这样天国的事是什么时候给我呢？是在这世上给的，是在现在这时间。如果不把握这时间，不好意思，不多的事上你没有，那么要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对于26节这里说，对于那个一千两的银子，24节，我们从24节开始念，一直到30节。24节，预备，请。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去炼，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两银子藏藏在地。请看，你的原银子只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去炼，就把我的银子放给月换银钱的人，到了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这时候我们主耶稣说，天国有的人把他隐藏起来，藏在地里，然后主人来的时候就还给他说：“主人啊，你的原因只在这里。”主人说：“又饿又懒的，把他有的本来应该在天上的，本来应该在天上给他的一千两，把他夺过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地上他给你五千两，也许两千，不管多少，500也好，你如果忠诚，然后呢另赚了一千，另赚500，另赚5000，这样的人上帝说，把这些都在天上给你，在天上还给你，他不会夺走。然后如果你再忠诚，把那个没有做事的人的得到的那一份夺过来再交给你。这就是在地上我们要清楚知道要做什么，如果不懂得做，那么就只会浪费时间，最后时间到了你会说：“主啊，你何时叫我做这些呢？我不知道啊，我该做什么呢？”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叫做无知。而无知的人，上帝不会说：“哎呀啊，没关系，你无知，没关系，我天上还有再加点。”绝对不会，他会对待这样的人说：“这我的百姓因无知事而灭亡。”他会指着灭亡原因是无知事。在天国呢，无知的人把他关在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无知，主啊，你什么时候叫我做这事？或者说，我什么时候知道要做什么事？对此，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他说35节，一讲到天国，我们要特别强调，要知道天国要做什么。如果不知道，那就不知道吧。那不知道怎么办？灭亡，或者天上就只能在黑暗中。35节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王呢，向那右边的34节说，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呢，蒙我父赐福的是谁啊？就是听懂主耶稣的话，
照样去行的。今天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可是饿了给你们吃，主啊，我有做啊，我有做周济穷人啊，我有去做这些可怜的人，做了一些工作给他们啊，主啊，我有让那些没地方住的给他住啊，是应该给他住，也是应该给他吃，但是有比这个更重大的事，吃喝什么呢？今天我们过信仰生活要清楚，如果迷糊过信仰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亏损。所以呢，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当向我学习，要学习。可是如果因为不明白而领受到的这些内容，最终都只能够叫自己灭亡。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为了周济穷人而做事，但是周济穷人做的这些事应该是得赏赐，可是为什么没有得到任何的上帝的这个称赞呢？原因是因为不是给他肉体的吃喝。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五饼二鱼的神迹中，他显出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但是呢，当门徒们，当这世上的人要供我们的主做王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什么？哎呀，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而来找我，然后主就远离了他们，离开他们。对吃饼得饱，他没有期待。谁想要吃饱，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创世纪就开始说的。谁要吃饼得饱，就得汗流满面。但如果想进天国，信我，信耶稣。如果有人想要进入天国，那就得信耶稣。因为对于吃饼得饱的人呢，那么吃饼得饱，主耶稣远离了他们；对于五饼二鱼的，主远离了他们；对于要进天国的人，主就留心看着他们。拿但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拿但业在腓力找着他的时候，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拿但业的心没有诡诈，他认为只有出于圣经所记载的那一位基督，他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但如果不是，那么再怎么大的能力者、先知者，再大的神迹者，他也不信。我们的心中不要出现诡诈。主耶稣他对于吃饼得饱的人，他反倒离开了他们。他们想要供我们主做王，不是单纯的只是做王问题，是因为他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叫几万人吃饱，这么大的神迹，哎呀，他果然是神。他们期待的神是为了让他们吃饼得饱，所以我们的主远离了他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千万不要想到只是为了只是给他们吃饱的问题，而是耶稣说，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提到，我们可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里说，你们要吃喝是人子的肉与血。虽然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节说：“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然后又说：“你们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似乎我们就要去拿什么食物给他们吃啊？然后要给他们穿什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于吃饼得饱，他反倒远离他们，离开他们。但是呢，他亲口说：“你们要吃喝人子的肉，吃喝人子的血。”那就说明了要把耶稣给见证出去。对于穿衣服这种问题呢，有的人真的到处呢去看顾这些人，在这个以中国来讲，北方呢是非常冷的地方，在那里呢，甚至在这种瘟疫到处蔓延的时期，很多人都是冻死、冷死、饿死、病死，非常多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那个我冷了，不是，他说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那你给我穿，穿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如果只是拿衣服给他穿，怎么能够叫这人得救呢？所以呢，圣经当中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三章十八节，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启示录要穿什么？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这所要穿的内容呢，其实我们大家通过主可以来认识理解。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这里说，北秦，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说要穿白衣啊，这白衣是什么？第五节，三章五节，白衣，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师的面前认他的名。这白衣是能够让耶稣来认你的，而这白衣要穿起来，而这白衣要穿在自己的身上，不仅是自己，还要带给别人，让别人穿着，免除他的赤身的这羞耻。所以要穿的不是只是仅仅衣物，可是有的人，我们能行，给人吃，给人穿，甚至我以前在参加很多的这个，这个社会，这个基督教的社会福利单位，他们呢给人家吃喝穿，真的完完全全，我在当时做的这事，然后呢就是去到了乡村，给人家衣服，给人家鞋子，给他这些孩子提供他们生活所需，是提供没错，但是呢，当他问起，我的家里人有病，你们愿不愿意过来到我的家给他祷告？我们没有信心，祷告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不认识圣灵。因为不认识圣灵，所以呢，这祷告的能力是不存在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差遣圣灵来到我们身上做什么。仅仅给他衣服穿，给他吃喝，而这些无法叫他从灵魂当中重生。想要重生，就必须信耶稣。信耶稣的话，那你必须奉耶稣里面受浸礼，而这样的人，上帝把圣灵差来给他，叫他重生。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把这福音带给别人，吃喝耶稣，把耶稣分给他，这叫做分散的教会。教会聚集的时候叫聚集，所以我们 吃饼喝杯，所以聚在一起，大家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聚在一处。可是分散的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呢？把饼杯分给他们，谁？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见证给他们，把耶稣基督分给他们。当我这个血有什么功能呢？血里有生命，把生命带给他们。而肉是什么呢？肉能够他的身体能够叫我们只涌到永生，因为他的肉里面有提供灵魂的粮食。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是借着圣灵把饼杯分给别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圣徒信徒应当做的本分，而这本分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今天我们到病人的家里按手医病，可是不要仅仅医病，要告诉他信耶稣才是绝对的根本。你的灵魂呢？信的话，哪怕你病死了，你的灵魂就要进入神的国。对此我们要坚信不疑，对此我们要拥有胆量，对此我们要拥有信心。所以呢，哪怕是带要死的人，我们叫他接受耶稣吧，他说阿们，耶稣是我的主，他的灵魂就进入到神的国里去。这就是我们所应该所传递的，这是圣徒的本分。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当中，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主耶稣差保惠师圣灵来，他来了
是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预备，请。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圣经当中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对谁啊？谁要做见证？就是领受圣灵的我们也要做耶稣的见证。所以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也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愿意这么做的人，圣灵的能力跟神迹就会彰显在这人身上。而这能力神迹呢，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奇妙的，而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普遍性能力，普遍性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得了多少银子呢？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了多少呢？那得多少我就做多大的事。我哪怕只有对此对耶稣的信有信心，我就介绍这信心给别人。对圣灵的信我有信心，我就介绍圣灵。对上帝的国我有信心，我就介绍上帝的国。如果勇敢的去单纯的去见证的话，圣灵在后面帮助这人，推动他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所以相信的人就会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能医病，能赶鬼，能说方言，能够医治，甚至九种恩赐都能够彰显在这人身上。我比利亚研究院学员第四十八届学员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在大学毕业完之后就来学习这个话语，学了这话语，后来她爸爸生病了，她爸病了，但是她通过学爸爸病了到她学习研究院毕业完后的一年，总共三年的时间，她刚开始她的父亲得了肝硬化，后来是因为喝酒肝硬化，后来又得了肺炎，但是那时候是武汉肺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三年前的，又得了肺炎，很严重的肺炎。结果他就告诉我说：“牧师，我怎么办？我怎么帮助我父亲？”我说：“你父亲都在医院吧？”他说：“是。”那么没有别的，你就告诉他接受耶稣，信耶稣。当他一开口信耶稣的时候， 他的父亲噼里啪啦的一直骂，甚至呢因为他父亲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回到家拿到酒瓶就丢了他，然后呢关了门，嘣，你不准再给我回来，因为他就是做耶稣见证嘛，然后就被骂。但是他哭着来找我，我就说你继续做，继续做，不要停，继续做。为什么？很简单呢，你要爱你的父亲，那你要爱他，你就只有忍耐到底，要坚持到底。果然他就忍着忍着忍着，后来最后父亲重病了，到了医院。后来呢，他父亲呢在台中的沙鹿的某一间医院里面，医生说抱歉，对不起，这个人重病了，肺炎太严重了，甚至蔓延全身，血液里面都已经这个白血球过高，然后现在没办法，请你准备带回家。后来那个姐妹呢不放弃，从台中坐了火车来到台北。后来我就跟她说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别的，只有祷告。她就放声大哭说，神啊，我的爸爸还没信耶稣啊，你救他吧，你救他吧，你救他吧。跪在那边祷告到清晨四点多。后来呢，她从半夜一直祷告，一直哭泣的使尽全力祷告。在隔一天她八点，她想办法就冲到台中去。然后去到那父亲那里，就按手在他身上说：“主啊，你就医治他吧。”然后就勇敢的告诉医生说：“医生，待会慢一点，然后你再帮我检查。”就这样，神迹就彰显了，身上的白血球全部退掉，身体的疾病呢恢复。过了三天四天后，父亲几乎就恢复起来，然后也醒了。醒的时候还是骂他：“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耶稣啊！”一直骂他。后来他告诉他，我的神医治了你，你知道你重病吗？后来父亲不听劝，就这样又来来回回进入医院，还是整天骂他。但是呢，到他要去世的前半年，他的父亲的心突然改变，他说，我的女儿，你为什么，我这样骂你，我这样的对待你，你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待我？怎么待呢？他父亲大变，他就是要等到他女儿来，然后戴在裤子上，让他用手去帮他洗，帮他擦。他可以走路哦，可以到下床去灌洗，他就不肯，他就是等他女儿回来。
然后呢，他要他女儿帮他把屎把尿，全部都由他女儿做。他女儿又要读书，他读硕士班，啊，然后又要上班工作赚钱，才能够让父亲的在医院里面才能够付他这个医疗费，因为家里人都没有人愿意帮他，他一个人就这样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火车上睡着，然后就哭泣，来问我牧师，我真的要这样继续做下去？我说继续做下去，虽然蛮残忍的，但是你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彼此相爱，要把福音带给他。你若不付上代价，你什么也做不了。那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吧。他总是在他父亲面前接受吧，信吧。果然有一天他说，我父亲就是骂我，牧师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去，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就去。我就看着他父亲，我说来，你的女儿做成这样是因为耶稣在里面感动他，想必你也接受感动了吧。你倘若已经接受感动，那么你就接受耶稣现在所向你发的命令，你把你的灵魂委托于我们的主耶稣，哪怕你病死，你的灵魂会进入到天国。后来呢，他父亲当天接受，然后一起跟我做诚恳的决志，在决志当中他落下眼泪，他说我的女儿如此对待我，肯定是这位神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我反复不断地问他，你以为你的女儿是你迫害的最惨的，一直总是骂他，但是这个家里面当中你那么多的朋友亲戚，哪一个用真诚的爱对待你？他说只有这个女儿，就像这样，只有这个女儿，所以他承认这个女儿他心中的那一位真理。圣灵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女儿总是哭泣，台北、新竹、台中这样的跑，他上班上课在新竹，上班在新竹，到台北来询问这个上帝的话语，到台中医治爸爸，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哭着喊着还是最后坚持到底。所以如果人在这地上付出有多少，圣灵的做工就有多少。为什么？因为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圣灵一定在这里帮助他。所以父亲呢，好的好的，身体强健了，回到家里还是破坏他，不好的时候在医院，然后呢到最后一刻，他的父亲说一句，他说女儿，我感谢有一位神带领了你，而且让通过了你我认识这个神的真实，所以如果我病好了，我一定跟你去受洗。后来他的女儿说，好，爸爸你好了，我会好好孝顺你。说完了这话，三天后去世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已经完成了，这人的救赎已经得着了，不要再受苦了，把他的灵魂带走了，是我们上帝带走的。所以说今天重要的点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要吃喝耶稣，我们要穿耶稣所给予的白衣，想要穿着白衣的人，你就要能为耶稣做见证。大家随便，我的灵魂啊，你要为耶稣做见证，预备起，我的灵魂啊，你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圣灵来是为了圣徒，帮助圣徒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那么在天上也帮助他。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十六章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预备，请。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谁在这地上努力的做工，天上也帮助他；谁在这地上彻彻底底的奉耶稣的名做见证，天上也要帮助他。所以我们是使用天国的权柄的人，我们不是只是使用地上
今天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要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使用在地上的天上的权柄，在地上使用天上的权柄，或者说可以在这地上捆绑，谁要捆绑啊？谁要捆绑？今天他父亲如果被魔鬼污鬼给欺骗抓走了，那他的女儿有权利留下他，所以呢任何的疾病没有办法带走他，所以他父亲呢在极其恶化的情况，这种情况有五次之多，五次要死的，要死要死的，最后活起来，要死要死要死活起来。我们在这世上的人哪一次病了一次之后没多久就死了，何其之多，但谁能够把他留下呢？只有上帝，因为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这是多大的权柄啊！只有圣徒靠着圣灵做耶稣见证的人能做到这事。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你们都可以，但是你们有这决心吗？有这个努力的决心吗？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这里说是什么呢？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什么呢？给他穿衣服，给他吃喝耶稣的血与肉，这就是见证耶稣的工作。今天我们大家见证耶稣，不要凭着金钱，金钱是做不了什么事的。虽然金钱可以似乎可以做很大事，可以呼召很多的人，可是如果你金钱靠着金钱，最后你没有见证吃喝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话，一切都枉然，因为圣灵不可能在这人身上做工。所以如果要让圣灵做工，那么圣徒们就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是唯一的王。在这世上有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离奇的疾病，但是如果能够靠着耶稣去做见证，任何的疾病不会拖走这些人。前一阵子我们大家也听过，我们教会49届的一个学员，他呢就听了牧师说生病了，然后他就到了医院里面去为了一个病人祷告。他是一个一年之内就变成植物人的一个女性，然后一年之内变成植物人，到最后什么行动都不行，他就为了这人祷告祷告祷告，回家也使劲为了祷告，求主留下这个灵魂，求主留下这个灵魂，因为没有得救嘛，所以留下他。就这样半年后他完全恢复了，现在能吃能动能说话能行走，完完全全从一个植物人状态成为了一个活着的人。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大家如果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能力能彰显。圣灵不是全能的灵吗？他不是上帝的灵吗？他不是创立世界的那位吗？那么创造世界的那位有什么不能够让死了的人活了起来呢？就连我们主耶稣三天后也死里复活，也是靠着圣灵呢。所以想要拥有圣灵大能的人，那么你就要谦卑的接受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命令，而这命令就是主耶稣说的，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福音13章34节。34、35节，约翰福音13章34、35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备，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就是向主耶稣学习的人。彼此相爱的心不是只是你爱我爱你，这种爱呢叫自私的，因为我爱你有目的。不管男女之间的相爱，如果是有目的的爱，最后能维持的久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呢，主的仆人如果爱圣徒是有目的的话，不可能维持久的。久而久之，上帝发现你的爱是里面有诡诈的，那么就把你挪走，挪走。如果做上帝工的人，如果爱人是有诡诈的，那么最后你会倒塌的很大。他的房子不论他建造多少，全部都要做一次给他倒塌。所以主的仆人如果有爱人是有目的的，有带着自己私欲的目的的话，他一定会垮台。但是如果爱人是真的真诚相爱，什么叫做真诚呢？把耶稣介绍给他，吃喝耶稣的血，
把耶稣的宝血借鉴给别人，并且一辈子努力，带着这个我是无用的仆人的真诚的心，上帝会抓着你，叫你在这世上显大，他会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任何攻击你的、迫害你的、辱骂你的，全部都会羞愧。这就是为主做工的人，所以这叫做圣徒。圣徒，圣徒是谁？与主一同做工的人。我们今天大家有很多神的儿女，但神的儿女不都是圣徒，因为神的儿女是用耶稣的宝血所招来的。但是如果要想成为圣徒呢，那你就要接受耶稣的差遣，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335页。好，我们来看十二节，预备，请。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知道基督的福音吗？不知道，天使也不懂，他怎么会懂啊？他有血吗？没有。他有能领受宝血的这个器皿吗？也没有。不要把天使当成是什么都知道的人，不可能，他连真理也不懂，他也要考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学习就只能够无知。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传讲福音必须靠着圣灵，想传福音的话，靠着圣灵的人一定能显出圣灵的大能，甚至能够叫人的心转回改变，而能够使唤天使的权柄正是如此。所以圣徒们是认识圣经、认识圣灵，也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就会为耶稣做见证，而且能够对自己说的话坚信不疑，以死为保证，以死为保证，所以死都肯能为耶稣做见证，豁出性命的，这就是我们的喜乐。谁是有喜乐的人呢？不怕死的人。不怕死的人绝对充满喜乐。大家看的那些不怕死的人，是不是看电影都可以知道那些人为了爱人不怕死，连死都肯，对不对？连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忠义不怕死，死都不是问题。但是能为了神的国不怕死，为了上帝耶稣的名，为了耶稣做见证不怕死，这样的人在天上必有大赏赐。所以不惧怕死的人能够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对此圣灵就一定保证这样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9页，这里的使徒也叫做圣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预备，请。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里说求告基督耶稣之名的人，跟蒙召做圣徒的不一样。蒙召做圣徒的是靠着耶稣的名做耶稣的见证人的人，也可以说是领受圣灵，换句话说穿白衣的。穿白衣的，蒙召做圣徒的叫做穿白衣的。穿白衣的人会把他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那
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呢，那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跟圣徒的差别在于，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跟只是求告主名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是求告主名的人吗？还是为愿意为耶稣做见证呢？如果你愿意为耶稣做见证，世界就要逼迫你。世界如果逼迫你，那你怕死吗？倘若你怕死，那就不行了。所以圣经当中说，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还有拜偶像的，他们的灵魂都要灭在永远的火湖里。这就是启示录第20章以下记录的。所以胆怯的是谁？不肯为耶稣做见证的，神的儿女啊。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是唯一的主。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论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再怎么教导，也无法叫人家拥有天国的盼望。世上的小学再怎么教导，也没有办法让圣灵在那人身上做工。世上的小学再怎么教育，也没有办法让人家在天国里面拥有了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如果你是见证耶稣的人呢，你会带给他盼望，给他生命，给他泉源，能够让他从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能够让圣灵抓着这人，穿上白衣，记录着他的名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所以要靠着圣灵的人才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不是为了救济人而来成为基督徒，救济的成分太少了。要为耶稣做见证，招聚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给他提供什么吃的喝的用的，而是招聚他，给他提供天国的盼望。为此做见证、做保证的就是圣灵。所以要得到圣灵的印记，我们在上次有学习到，圣灵来的是在我身上有印记的，我是受圣灵印记之人的，是做有圣灵印记在天上成为基业、有基业、有产业的人。那么我得了圣灵，我怎么不改变我的思维呢？所以要改变在这世上的想法。在这世上人们为了赚钱多么努力啊！是的，神给我赚钱机会，神给我预备着赚钱，似乎都打着神的名号在赚钱，当失败了呢？所以是神叫你失败，这样吗？神怎么能够被恶所试探呢？所以上帝在创世纪3:19这里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所有人共有的。所有人想要赚钱，那就汗流满面。你的智慧多思考一些，那么然后多好好的考虑是否有机会，那么你还要坐下来衡量有没有这担当能力。如果有，你去做，能够赚到这些钱；如果没有，就算是好的机会，因为你没有这神，没有这能耐，你也得不到这机会。所以就只要一天是一天，赚一天的钱罢了。可是人们今天大家都赚钱，神给我的机会，赚钱神给我那机会，不要这样子。因为赚钱是这个需要智慧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一类。可是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吃喝的问题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来到我面前只是为了吃饼得饱，那么主会离开这个人。倘若主的门徒、主的仆人们还是借照这样，那么圣灵的做工会在这教会消失，彻底消失，完全消失，直到他赚回愿意为耶稣做见证、做保证的时候，圣灵才会彰显能力出来。而是什么时候呢？是现在立即，而不是明天、后天，或者等到应许之后时候。谁谁谁对我们发预言说你将来如何，不是那时候，是现在，现在就如何。你想将来如何，那你现在就应当如何。我要为耶稣做见证，现在我就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肯定那时候就会到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主面前，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还是期待着，只是哎呀，神帮助我，神帮助我，不是的，是你要靠着神的话语如何去帮助别人。今天我们是分粮给别人的，我们是分饮食给别人的。主说你们分给他们吧，门徒说我们能够用30两银子能够给这几万人吃吗？主没有讲话，是为什么呢？让他们思虑，因为将来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要叫你们得以自由。当那日来了，圣灵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从那一天起，门徒再不为吃喝而求了，而求的是什么？神啊，求你圣灵在我身上
让我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也用你以神迹奇事一面证实上帝是与我同在的。所以想要被圣灵抓住充满使用的人，就要听好，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今天很多人不同基督受苦，想要过丰盛的生活，然后说主啊主啊，圣灵帮助我，求圣灵来引导我，给我这 丰富的人生。是这样，圣灵是来帮助你得到丰富人生吗？圣灵是叫你来赚钱的吗？不是的。如果今生要进钱度日的人，你就肯定要接受逼迫，你一定会受到逼迫。而且圣灵来了， 他就是为了我们主耶稣一同做见证的。所以呢，与主耶稣一同受苦的人，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要与他同受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好，这里十五节十七节，预备，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再看一下新约278页，腓立比书280页，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十节到十二节。对，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我得着的。这里说要效仿他的苦，效仿他的苦，也就是他的死。他的苦也就是他的死。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世上为耶稣做见证的一定被逼迫，可是我们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今天我们竭力追求的人可以带领门徒，也可以培养门徒，可以引导门徒，可以让他们在这世上，哪怕是患难来临呢，疾病来临呢，攻击来临呢，世上的这个迷惑来临呢，也站立得住。要站立得住，信仰应当站立得住。我们每个时期都应当培养门徒，所以呢，今年要培养，明年要培养，后年要培养，不断的培养，要让他们能够在这世上站立得住。为了什么呢？竭力追求完全。这完全是在天上所叫我得着的赏赐。今天我们大家是为了期待在地上的满足，还是天上的赏赐呢？大家如果想要满足的话，或许呢，大家如果有办法取得绿卡，去美国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美国真的安全吗？今天大家住在台湾，大家全世界都看到，可以看到这武汉肺炎全世界蔓延，这么的蔓延，哪个国家是安全的呢？今天我们大概台湾还放胆的说一下，我们国家还蛮安全。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旨意，这国家能安全吗？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这个病毒能在全世界蔓延吗？我说神允许的，难道是神要杀了？不是，是应记道理。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
现在已经是上帝在说明的印记中出现的问题了。启示录第六章七到八节，第八节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预备，请。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说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里可以看到一匹灰色的马。今天我们大家在任何的国家，大部分穿的军服都灰色的，是不是啊？没有，绿色的。那是我们台湾，但是在大部分在中东地区，所有的那边的人都是灰色军服。我们的台湾本来也是灰色军服，后来改成绿的。本来是之前我们小时候我们有穿过卡其衣，大家都穿过吧？卡其衣是不是灰的？是的，我们小时候就效仿的，听从国家的吩咐。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大概军服就是这个样，中东地区的军服也是灰的。那大家可以看启示录当中记载。再来说瘟疫，从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不断出现瘟疫，不断的出现，世界各国一直有，直到这一次大流行。我们今天大家就是要警醒，上帝的印记已经接待到这里来了，已经快要到了，来临了。可是人们还是不警醒，还是紧紧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困难吗？信耶稣吧，耶稣是拯救你灵魂的神，唯一的。你见证给我看，我们按手为你祷告，我为你祈求，恳心恳切的，死人都活起来。我们今天大家不肯，心里不愿意，里面没有爱人的心，没有爱神的心，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主说，你们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坐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今天大家爱自己的儿女吧，最起码要爱儿女啊。那爱儿女，可是呢，你何时为了儿女恳切祷告过了？曾经有病人来，我为他祷告六小时，他全身的疾病恢复六个小时。谁能够坚持呢？爱灵魂的人，爱上帝的人，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成就的人，祷告六个小时。我从十点祷告到凌晨四点，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求神医治他医治他医治他。他祷告到最后他自己睡着了，我还在祷告，目的是什么？为了神的话语成就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大家要与主一同受苦，不要藐视上帝的话语。受苦就肯定要受苦，要耗时间、耗精神、耗金钱，这些全部都要耗。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在我没钱的地方我用没钱的方法做，有钱的用有钱的方法做，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我的灵魂啊，你要为耶稣做见证，你的预备起。我的灵魂啊，要为耶稣做见证。这世界上的人说，哎呀，那些有饥荒的人啊，不是饥荒，就是瘟疫，受到瘟疫的人，你们基督徒应该来啊，起来为他们祷告。是，基督徒应该如此。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勇气呢？那些有瘟疫的人，大家逃之夭夭，躲的躲，闪的闪。如果你家中有一个人得了这一种武汉肺炎，你敢靠近他吗？敢吗？今天大家人们人心在这种时候才揭露出到底是否有基督没有。倘若没有，你就是可弃绝的。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有勇气的？有，只有一种人，有妈妈的爱的，母亲的爱，自己的儿女生病了，我自己的母亲的母亲就是我的外婆，她有一个儿子，从小就得了这个就是发烧，然后开始肢体就萎缩啊，因为从小就烧过头就萎缩。他到临死一刻还在告诉自己的儿女说，来好好照顾他，他是我死了他怎么办啊，把我全部都留给他吧。就像这样，母亲到死了之前都还在顾念的惦记着自己的血肉，而且最软弱的那个。今天我们自己有生儿育女，今天大家生孩子，哪个孩子在他痛苦的时候父母的心不跟他一同痛苦呢？上帝是如此，为何我们人的心却不是如此？如果真的能爱你的儿女，最起码你要把你的儿女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成为属耶稣的，奉耶稣名受浸礼，叫他受圣灵，叫他灵魂得以保全。阿们。阿们。
作为父母的哪一个人不愿意呢？倘若你没有儿女，那么你就应该要奉耶稣的名去为了那这世上神的儿女而代劳，为了神的儿女们祷告、哭泣、祈求，为他们祷告，这样才能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教会里面为人祷告的事太少了，而反倒那些呢，所谓的他们有属灵的能力的人，仅仅就满足在自己的属灵能力面前啊，我有能力，然后满足这个，不为别人祷告祈求，不传道给别人，就仅仅的在那边见证我所听到的、看到的，这些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呢？这些所看到的预言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呢？他们现在赤身肉体，你应该给他穿，把耶稣基督披戴在他们身上，然后当他们呢无助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解除他们的问题。可是有属灵能力的人仅仅享受在自己的属灵能力面前，那叫做淫乱，而淫乱的人呢叫做假先知。上帝对此呢在启示录有强调了，对于假先知呢是比就是跟从的属魔鬼的他们一党的一同下在永远的火湖里。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大家信仰要真诚，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质。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而那些你们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大家。今天大家要结出果实来，要能够正确的教育门徒们，正确教育门徒要正确，要正确。而正确的如何教育呢？首先要好好看圣经，要认识这本圣经所介绍的，要认识耶稣所介绍的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不是周济穷人，彼此相爱是真正的把灵魂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是把他带到教会，而是带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让他因话语而得生命，因话语而受浸礼，因话语领受圣灵。今天有很多人受了圣灵是来来来，我们大家来说啦啦啦啦啦啦，那就领受圣灵，这是笑话，不是这样领受的。圣灵是让他自己接受感动，彻底的被圣灵充满，让他说出方言来，然后承认神的话语成就在他自己身上，让他一辈子不放弃这样子的恩赐。但是今天藐视圣灵的大家，很多人都远离了话语。难道方言的恩赐是教来的吗？是用这种方法教导的吗？是借着上帝的话语因他的渴慕而领受来的。如果没有渴慕的人不可能领受这个。所以今天要让人领受要渴慕的话，只有对于上帝的话语拥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做到。讲道到底在讲道什么呢？有的人对于一辈子的讲道当中他没有信心，没有任何能留下来给人印象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他的讲道讲的是知识，是世上小学讲的理论，讲的一些道德，而这些内容在中国几千年来有道德观好的人讲的话也非常的正确。为何要领受圣灵的人去讲这些内容呢？不是的，这些教导是基础，但是我们真正要见证的讲道中的讲道学不是靠着你自己讲的，而是要靠着圣灵而讲出来的。而靠着圣灵讲的，那你应该要把上帝说出来，要通过人子的事工来讲出来，人子升天之后要降下的那位圣灵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要借着圣灵而通过我自己而见证出来。我的灵魂啊，你要被圣灵充满了，预备起。我的灵魂啊，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应该成为耶稣的见证。所以要正确的教导，而不是让人家领受了什么圣灵的恩赐啊，你要得恩赐得恩赐得恩赐，连盼望都没有得恩赐要做什么？没有盼望的人得恩赐到底要做什么？盼望是什么？我要去天国，我要去到天国，而且耶稣在天上，我要把天上的那位耶稣基督见证出来，把天上的耶稣基督见证出来，把天上的耶稣基督见证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所以呢，圣灵是谁？圣灵是从天上降临在我身上的王，他来了是要支配教会，要管理教会，要建立教会。所以圣灵是建立教会的，他也是建立教会的监督的。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带领，那么有可能你就成为教会的带领者。而教会的带领者不是选拔的，我觉得那个人卡不错选他，不是用选的，而是圣灵高立的，是圣灵高立的监督。那如果是圣灵高立的监督，是谁都不能废掉他，谁都不能废。这人如果在这个地方这个教团受到了这个攻击，他可以离开那教团，但是上帝如果支持他，羊群就会来到他面前，无论他到哪里都会羊聚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圣灵所高立的监督。使徒行传第
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经文，预备，请。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教会是用耶稣的宝血买来的。那耶稣的宝血怎么会临到人？不是就是分给别人吗？谁分？监督分。监督你自己要分，你分了，然后事工大了，再培养门徒，通过门徒，再通过门徒再分给别人，再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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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形成了圣灵所高立的监督，圣灵高立的监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用耶稣宝血买来的。这就是圣监督要做的事，而且就是所有圣徒听从监督的话要去做的事，把耶稣的血见证出去，见证耶稣的宝血，见证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的宝血要想要分着耶稣宝血的人，第一个你要信，你要受浸礼，然后你要受圣灵，这宝血才能够通过你分出去。我们不是传道者，而是是见证者。传道他可以不在乎大家的想法，但见证必须在乎所有人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天见证了耶稣基督，大家同意的请说阿们。阿们。为何同意呢？因为圣经如此教导，大家百分之百都会接受圣经的引导。倘若不接受，那么你就是不接受上帝的话语罢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接受的人，圣灵就在你身上显出上帝的凭据来。而上帝的证明是什么呢？用百般的异能，用忍耐来证实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对此呢，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带出真正的爱，所以圣灵就会在这人身上做工，显出证据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的预备，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来预备，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分神的道的人就是见证真理的，也分享神的道的人也就是分享耶稣的肉与他的血的人。而我们就是见证着真理的人，倘若如果见证着真理，圣灵就见证这个人，圣灵就在这人身上做工。我们今天大家就是见证着神的道，神的道，所以要把神的道这个真理见证出来，上帝就抓着你。倘若你有恩赐有五千两的人，圣灵就抓着你使用，再分出去五千两，再多赚取五千两。这样的人在天上他说什么呢？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将来更大的事要加给你，把那别人那不忠诚的人得到的把他夺过来分给那有一万的人。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天上的赏赐。大家不要仅仅作为一个信者，而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见证人才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见证人才能够在天上的冠冕当中有份，见证人才能穿上白衣。我再强调一下白衣，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当当刚刚看到的这白衣，穿白衣的，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
穿白衣的。来，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预备，请。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从哪里出来啊？从大患难中。是什么样的患难呢？刚刚我们在启示录第三章，我看一下第三章。三章四节，预备起。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多么重要，在众使者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认他穿白衣的，而这白衣就是圣徒们所行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我们见证那唯一的义者耶稣，所以我们勇敢的见证就是把神的话分给别人，带给别人，一步一步带领别人，让人认识上帝的话语，并且因此圣灵就保证神迹就会出现，神迹就会彰显在这人身上以及他的家庭。今天我们大家要领受的主耶稣的新命令，他的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不是仅仅只是给人衣服肉体的食物穿，而是给耶稣基督，让他们吃喝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血，让我们能够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穿上白衣，成为跟我一样耶稣的见证人，跟我一样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公开侍奉生活。所以圣徒是谁？公开侍奉生活的人就是圣徒。你是谁？我是神的仆人。你是谁？我是上帝所使用的人。那你的神，你证明给我看，我为你祷告会成就，我按手在你身上疾病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把你身上的鬼赶出去，那么能出去。而这是谁？公开侍奉生活的人。所以呢，圣灵与耶稣同在的时候，耶稣公开侍奉生活三年半，当耶稣说我去到那里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了就差遣保惠师圣灵来，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也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话就是，圣灵如果来到我身上，我就是公开侍奉生活。我是谁？我是圣灵所使用的圣徒。对此我们要拥有坚信不疑的胆量，要能够向着世界发出，哪怕死我们都要勇敢的为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做见证。做谁的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对此做见证的人不可以一口两舌，绝不可说谎。做见证的人不可夸大，做见证的人要勇敢的句句都得定准，倘若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做耶稣的见证。为此我们是有奖赏的，天上的赏赐是冠冕，是为了这样的人存留的。今天得救是你靠本乎恩，靠着耶稣的宝血，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但得救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得奖赏的。倘若我们从早到晚使尽全力的呼喊着祷告，然后有病人来按手医治他，并且又使尽全力的教育及教导，天上赏赐大家是公平的，那何必做工啊？大家说是还不是？这样何必做工啊？但是我们这些人做工呢，我们是带着天上的赏赐，而且努力的教导，也在教育教导当中，我们很多的情况下是不让人受压力的，而是叫他们得自由，叫他们 得到从天上而来的丰富的生命。对此呢，我们从早到晚一直教育教育教育，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带有这样的赏赐，我们在天国是有盼望。如果你们彼此相爱，那么众人就知道我与你们同在了。这彼此相爱就是如此，你要让众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该分神的话语，见证神的话语，让圣灵也见证这话语，那我们就是与主同在的人。我们大家在对此呢，我们大家要一生不停的做见证，要给人盼望，带来自由，在律法中得自由，在他的压抑生活中得自由，在他被污鬼压制当中得自由，并且让他得生命，
让他被魔鬼所欺骗的那些的这些谎言而得着的这样的罪，叫他通过生命胜过这一切的罪，让他得真理，让他靠着圣灵跟我们一样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做主的仆人该做的事。今天我们大家所有的圣徒，圣徒每一个人圣徒都叫公开侍奉生活。我们不要仅仅的在用世界的上的这些知识去告诉别人，反倒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见证上帝。圣灵的大能不是说、哦、只有我们这样子在讲道的人，不是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只要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这本圣经，你会照样去做，那上帝就会抓着你，使用你，通过你，也在你的家庭当中显出上帝的能力来。我们今天大家认识的，我是圣徒，大家随便，我是圣徒，是圣徒，圣徒就要配得圣徒所做的事，而圣徒做的是什么呢？耶稣的见证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公开侍奉生活该做的事。那么公开侍奉生活的我们呢，想法要改变，态度要改变，我们不能够在这世上跟人家较量，不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跟人家吵架，不能因为某些事情带上了愤怒而去对待别人，而是要谦让，谦让。上帝说什么呢？谦卑的必叫他高升，倘若有给人的，就有必有给他的。所以谦让是主的门徒共有的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上帝的国里，我们全力以赴的摆上。我的母亲呢，她给我的70万是因为我跟她要，我跟她要什么呢？我说奶，你给我，我三兄弟三个兄弟姐妹们当中我要得的那一个，那你给我。她说那我现在就劳保最后一笔我给你，他就退掉70万。然后我拿了那70万，我就建立了一间教会，然后我就建立教会，直到今天上帝抓着我使用我，一直到如今这教会不断的扩张，而得救的灵魂天天加给我。今天我们大家该做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有多少钱做多大的事，你能有多少钱，那你去做为耶稣做见证的工，天上赏赐是大的。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就在那里。如果你的财宝在天上，那你的心在天上，你总有一天回到那个家。今天我们大家对待上帝的话语，要清楚知道上帝所见证的天国是存在的，不把它当成存在的，就把它当成虚拟的，当成一种精神的慰藉，那抱歉，你信错了，你重信吧，重新再来吧。啊，信耶稣能重信吗？当然要重信，从这本圣经开始好好的认识他。你读经读了，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我读经读得多，我祷告也多，我在教会也 很热心的这里扫地做这事，然后我也培养了我自己的儿女，让他们好好的信主，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我天上赏赐大不大？我告诉他不大，一点都不大。因为你从来没有为耶稣做见证过，你从来没有告诉一个人叫人信耶稣，然后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叫他悔改并且得救，这一点才能够成为天上的冠冕。冠冕有了，冠冕赏赐也大着随之而来。如果没有冠冕，就算有赏赐，那么在天上还是没穿衣服啊。我们今天的冠冕就是我们所穿戴的圣徒的门所行的义，就是白衣。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大家如果明白这事，照着去行，那么你就是把根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而不是把根基建立在沙土上。今天要通过我们的话，让人一辈子都照样去行，然后照样行也有圣灵的作为在他身上的话，那这样你讲的话就是根基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如果你讲的话是让人家今天听了明天就忘的话，那么不好意思，这个是沙土的，沙土的是世上的小学的。如果你讲的是圣经的，那么圣灵会在这人身上教导他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会引导这人带领他被圣灵使用。我们大家在这时间祷告，让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不是仅仅的就是靠着恩赐，而且我们是要靠着真理来带领人。倘若恩赐临到的话，那又有真理的人就能够把真理说得更加完全。倘若仅仅只有恩赐的话，那没有真理，那么就说明最后这人就只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最后会变得越来越自大，会越来越高傲，远离了神。所以呢，如果有能力没有话语，这人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如果有话语又不肯去做，那么就不被圣灵支配。这两者都需要，
我们大家呢又要有神的话语，又要被圣灵支配，所以我们大家在这时间大家祷告吧。主啊，你既然使用了我，也让我能够做耶稣的见证，让我能够放胆讲论神的话语，让我一生遵守神的道，也让我见证吧，呼喊耶稣的名便，同声开口祷告。耶稣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作为耶稣的见证人，能够放胆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能够培养门徒，能够带领更多的圣徒能够认识上帝的话语。天父，恳求你来帮助着我们家庭跟我们灵魂的力量，让我们一生谦卑在你面前，并且谦卑的被上帝使用。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能够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能够让从现在起能够大胆的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能够教导养育并且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天父，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圣灵与圣徒能够在这世上靠着神的话语进行调和，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口中所说的话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天父，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成就在天上的，也成就在这地上，也通过了门徒们如此做工，求你带领引导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垂听你仆人祷告，也赐福今天所有听到话语的众圣徒，叫他们能够在任何的地方地点都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成为圣徒，天上能够记录着他们的名，穿上白衣，能够与主一同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谢主。结束吗？